每一杯调酒都有属于它的故事，那甚至你可以再赋予它故事，那就更厉害了。こんにちは。之前看的调酒漫画都这样。どうもです。特定时间打寿司，但那就还好，就早上、下午、晚上。うちの屋台が一番ですわよ。毕竟我都在家嘛，所以我都是可以打，那就还好。只是那个寿司的关卡就没有那么的简单呐、啊，就是你还是要专心的去玩，所以那两三分钟就还是要专注一下。零食甜点撒出去，哦。何か必要かね。这应该不用再买了。満足したなら何よりじゃ。釣り場みたいで何が釣れるかな。又有完整多 EX 就还可能再买。反正都是老鱼了。哦，送你回家吧。哦，出去玩。稍微打听一下吧。いい釣り場じゃねえか。耶！花花花花。陪你玩的够。不更新，不更新。猜数字游戏。哦，真不错。老师录你。把无聊的东西变成有趣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最重要的。书是死的，教法是活的。那很多老师都简单的道理他们都没有悟透，就只会死板的教，对，那他们就只会觉得你们就是要好好学，嗯，觉得无聊那是你们的事，你们只要有心，对不对？就要好好面对，嗯。但其实不是啊，老师的还是一大关键啊。巨大鱼影，那我们刚刚买，我们刚刚好像花了3000块。这边直接就送了，哇！我的天，你人真好，夏农，你是个好女孩。哎呀，啊，いい釣り場じゃねえか。何が釣れるかな？长得特别大，珍珠草鱼、金龟，应该都是已经有的了。
对啊，我们只差这些而已。いいポイントみたいだね。3000块嘛，啥？说不定。其实那个丸子我们真的也很少用，因为我们有 S L 大法，以后不买了。还有另一个我们就没买，能省则省。客家客家，我们也看一下，不可吧？意外事故。水。按错键。轻微的脑震荡。择日再来举办。哦，二楼、三楼，老旧的导力设施过热萤火。掉到破产不会啊，那个掉是赚的，很多鱼有没有？给的都很香。再也不要签书会了。温柔可爱的女漫画家，大哥哥的写信。当作我没发生过。到底该怎么办呢？正式展开行动。素敵な夜にか。じゃん、もう行っちゃうの？战前大道。さあ、出発すんぞ。一群慢慢聊。新职位不需要出差。那就说想要原本的职位。想要可以出差的职位。どれどれ。驾驶上最糟啊！
再听下去我眼泪都要流出来了，闭嘴啦。刀子嘴豆腐心，直接攻略学姐了。学姐最棒，他直接叫麦娜的朋友。我妈是站在你旁边的那个人。成熟啦，早就都已经 ready 好了。也搬到首都吧。嗨起来。玩起来。堕落吧。问他。准备都已经几乎结束咯，在你担心的时刻都已经 end 咯。さて何にしようか。ご満足いただけたかな。哦，哼，牛不怎么可靠，现在这也是奈特他自己的锅啊，对不对？再忙还是有办法传个讯息说一下嘛。忘掉约会也是蛮夸张的，但警察确实是忙碌的啊，是需要多一点体谅的。没有明显外伤。就是外貌协会，奶奶迷路吗？物流公司，你完蛋了。或者说那家公司完蛋了。
热血沸腾。好的沟通。ごゆっくりお買い物をお楽しみください。何でも言ってちょうだいな。またいつでもおいで。